四个工作天要完成50000个福惠红包，看来像个不可能的任务。不过板桥区志工勇于承担，因为今年他不用连纪念币跟稻穗，所以会比较快。疫情期间我们不要那么多人来聚众，所以一天我们就由轮值区来整理，预计一个礼拜就要把它完成。住在三峡的周正燕一早就来报到，把握每一个付出的机会。说一年一度的做红包，我要把握时间，能够 和那个国内外结缘，这样很好。所以说我们要尽心的做，把握时间。担任种子志工的吴桂月，十多年来每年做福惠红包都没缺席，就是希望跟海内外慈济人都能结一份善缘。这次做的红包送到每一位大德的手上，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平安吉祥，也祝福，希望说这一波的疫情能够早日平息。每一双手细心对待，讲求慢工出细活的福惠红包，这份祝福格外有意义。大爱新闻，这是美志工高玉美、沈素宝、魏宪松台北报道。